佛法的慈悲是平等的，所以没有宗教和种族的分别。佛法以慈悲心度众，而佛法的慈悲是平等的，没有宗教与种族的分别。僧众要与大众广结善缘与法缘，引领众生发慈悲心。我们佛法是以慈悲心，所以慈悲心是平等的，没有什么教化，也没有说什么宗教这个种种的分别没有，我们是以慈悲心。令他们呢，没有多的慈悲心，让他感受慈悲心，也引领他们发慈悲心。有的比较没有善根的国家，我们希望我们去播种，去播种，让他们收到这个种子的滋养，让他们有升起慈悲心。因此，在融合前宇宙的这些，其实不需要我们生宝来带动。因此呢，我们每一位师傅都带有很大的使命。真正的慈悲一定是平等的关怀，对于任何对象，不管亲疏远近，只要他们需要帮助，就要适地适时、恰如其所需地给予对方帮助。如果慈悲而不平等，可能会造成对方的不平，使得被帮助的人对你产生不平，甚至仇视的心念。十方新闻黄慧如、吴中瑞高雄采访报道。